玉兔辞旧岁，金龙望新年，初春寒气消，众星迎新月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2024年哈维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晚会现场，我是主持人月华，我是郑丽，我是润琪，我是子欣。我是自由，云霞出海曙，梅柳渡江春。冬月的寒雁弥漫着苍茫大地，春日的清雷回响在远方苍穹。我们听见了春天轻快的脚步，我们迎来了新年蓬勃的发展，在这里，我们一起给大家拜年了。龙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和象征意义，与我们的生活、信仰和传统紧密相连。在十二生肖中，龙代表着吉祥、力量和好运，因此龙年被认为是一个繁荣、幸运和成功的年份。在此，我们祝大家龙年大吉，幸福美满，万事如意。Representing auspiciousness in the Chinese zodiac, the Year of the Dragon is considered a year of prosperity and success. Tonight, we wish everyone a fortunate, blissful, and successful Year of the Dragon.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来自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客人，为我们表演川剧锣鼓浩荡。Now, please enjoy 四川 opera Gong and Drum.